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生命里面好多种病啊，老病死也会衍生心理上的病。那心理上的病，世俗里面我们人都有七情六欲，欲望太多种了，其实不仅仅是六种啊，它只是说大方向的啊，哪六种欲望。那我们在讲七情啊，情感有好多好多种。凡夫呢，喜怒哀乐，对不对？忧思悲，这都是啊。那还有一种解释是在讲说，爱恨情仇啊，喜怒哀乐忧思悲恐惊，太多太多种，有的讲这七种，有的讲这七种。在佛教里面比较强调八种精神上的苦。身心的苦，那精神上的苦，它由身衍生出来，精神上的苦、肉体上的苦，加上精神上的苦，老衍生肉体上的苦，加上精神上的苦，还有病，还有死，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苦，这是在讲八苦。那七情六欲啊，就会让所有的众生锁在这样一个茫茫然、不知所以然的状态里面。严格说起来啊，佛教讲三毒，也就是贪嗔痴，这个大家都懂。所以，当我们心理上有了贪嗔痴的这种病的时候，佛陀为了要治疗我们这三种病，所以他施设出戒定慧。啊，戒定慧以戒治贪。啊，以定治嗔，以慧治痴。所以，如果我们心病好了，贪嗔痴这个心病好了之后，那我们老病死这些自然也不会很在意，你就会很明白，我不贪，那么生死就亦如了。这个要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去演练，那自己去求得那个证明。所以在里面呢，我们赞叹佛是大医王，是大药师。那我们这个病啊，世界上的人啊，有灾难，有痛苦，都是生病。所以不是个人生病就叫病，所以我们有共同的不一样的病。今天有一个灾难，地震好了，那今天有个台风，水灾好了，是不是就引发所有人一起生病，精神上的那种恐慌。所以人呢，凡是灾难痛苦，在这个世间的现象里面，有的是单一现象，比如说我自己的病，那我就要来处理我自己机体上、身体上的问题。那如果是社会公共产生、环境里产生的水灾啊、土石流啊、环境污染、公害啊，那这个病就要共同去治疗它。所以这些病呢，如果我们懂得正确的知见，懂得正确的处理，这样子我们就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过得更好，那内心也不会产生痛苦。那我们再讲这个药师如来。药师如来讲到药，什么东西可以当成药？什么都可以当成药，这个草木金石，就是这种矿物的，动物矿物的都可以用，可以当成药。所谓的药师，药涵盖的就是所有的万物，物质的。然后所谓的师，就讲是会用药的人叫师。那我们一般来讲，哦，我们在世间上有会用药的叫医师，医是看到病，药师是知道这个医师的这个病应该用什么处方，所以我们用这个处方来解决这个病。所以医师跟药师合起来，是不是就是帮我们治疗？这个是治疗什么病？肉体病。那佛他告诉我们，我们还有精神病。我们每个人都有精神上面的疾病嘛。
对不对？所以世间的药物是治世间的色身上的病，可是我们精神上也产生了结构出来的病，就是要用佛法，用佛法来治疗精神上面的病。所以我们一般世间这种医生都要分三个才能做佛的一件事呢。我们要有医师，再来有药师，还要有心理医师，才能治我们身心的病。但是如来啊，任何一尊佛，释迦牟尼佛、药师佛、所有的佛，他都是怎么样？大医王，他有身，你应该要怎么做？你应该怎么吃？他有心的病，你应该用什么样的概念来改变你自己？世间的药物我们前面讲了，然后精神上的药物呢，法药就用经律论，世尊所说的经，然后所有的菩萨们解释这个经，了解这个经，再开眼帮我们消化吸收，告诉我们叫论，中间我们行为举止对与不对的准则叫律，就戒学。那众生的种性分很多，众生呢有所谓五尘、三尘、一尘，那所有的这个方法里面还有要密乘，有陀罗尼，这个都是在治疗我们身心的疾病。那还没有进入十二大愿之前，我们先概略略谈这些概念的东西啦，那再接下来我们说广义来讲，广义来讲宇宙万物可做药，但是如果不经过医生的配置的话，有可能中毒，有可能病更加的严重，也可能就此往生，对不对？很多人吃药然后单方，然后这个药下人补已经安怎就有效，是个人体质不同，结果你可能中毒了，你可能洗肾了，你可能心脏衰竭了，你可能有什么样不当的使用产生出来的疾病。所以药呢可以救人，但是亦可毙命啊，使用不当的话。所以佛呢，他懂得无量法门，是他这个因病与药，给你看到你的病，指导你要吃的药，麻麻麻，哈哈哈，他就是不会有错乱。那我们众生在取用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相应于我们自己，相应于我们自己，然后我们使用正确的心念，我们吃正确佛陀给我们的药，那这里面不管身心都有指导，药师如来也是一样，诸佛都是一致的。在华严经里面讲，华严经里面讲六地菩萨就懂万物，他就懂得自然有一方，那更何况是佛他讲六地菩萨，菩萨证到六地之后，他就会懂得病跟药，要开什么，要吃什么，自然哦，因为他身体跟万物之间是没有隔阂的，没有隔阂，天地万物即能够当下掌控。那么凡夫都要以先苦油啊，火难啊，告诉我们病，告诉我们药才行，更何况是成就了的佛陀。所以我们只要相信啊，我们好好修行，好好听闻佛法，好好根据该做的事去做，该怎么样来调理我们自己，那一定能够毕竟完成的。那这个药跟病里面又有分治标跟治本，有病会好，有病不好，我们都知道什么病会好，什么病会好，就是那种突发性那机体略略不调整的这种病，那这种病外来的这种会好。那如果呢是我们机体，就是我们这个色身自己结构出问题，我们结构出问题产生里面的一个毒素，里面的一个变化，这种病就不容易好，是不是这样？好，你说好外来的，我们不谈说一个车祸什么，意思是说你感染性的，这个小伤口感染，或是打喷嚏感冒，这种东西你只要地水火风这个上面呢，调整有这个抵抗力，
那你知道如何去处理，这种病几乎会好，都会好的。那不能好的心理的病很难好啊，因为你的这个情绪、这种情感、这种执迷、这种痛苦不断不断不断的在重复，所以这种很难好。那这里面呢，佛陀要告诉我们的是要治标或治本。诸佛菩萨告诉我们的有治本的药，也有治标的药。什么叫治标的药？就是说业障很重啊，他跟你说你这股业很重的完全这组很多、你的很多行为是错乱的，所以他跟你说这个时候你要安怎，你要诵经，你要平和，你要接受，那你要积功累德，你要积福，这个是叫治标之药，这个叫治标之药。治本之药是啥？治本之药就是跟你说你要皈依三宝，深信因果，修行戒定慧，你都有清净的自信，然后你要消除你这个障碍，你要体现你净化你身心，所以你的思想各方面都正确之后，你的行为不会错乱，那你这个佛性现前，这样的药叫治本之药。那我们一般都在吃什么药比较多？我们一般哦，常常都要拿治标的药，因为这股的业障很重。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讲治标或治本，诸佛菩萨的药都给了这两个方便，他都给了这两个方便。你治本的药的时候，你自己这个标的病啊，你就懂了他的办法，你就懂了我应该如何趋吉避凶，我应该如何去做正确的事去调理它。那如果我们不懂得治本，反正那个皮嘛，对不对？什么清净自信啊，不要贪嗔痴慢疑啦、不要嫉妒啦、不要两舌，这些我们做不到。那身心呢，不知道如何去调。那真正我标的病出来了，等业果了，业果的病出来的时候，这种灾难来的时候，诸佛也有给我们治标药，药师如来给这个治标的药也讲得很明白。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讲了，他说如果我们临急之时啊，我们有这个病的时候，那我们如何借由这些法门来消除业障？他有静态的消除法，就有讲五种这个修持药师法门消除。现在在讲标哦，标的病。他说第一，听闻意念受持药师佛的名号，就是我们不是常会念消灾延寿药师佛，是不是念药师佛？是不是？当我念药师佛的时候，因为药师佛有本愿力，本愿力，你只要念药师佛的名号，那么这个疾病呢，它会真正的加倍于你，让你能够这个病放得比较轻，那这个病能够慢慢的远离。所以这个修持药师法门治标上面，第一他说诵持佛号，第二个叫做恭敬供养药师佛像。药师佛像，所以当我供养药师佛像的时候，我就是愿意接受药师佛你的指导。那诸佛呢，是在在处处无所不在的，遍一切处都是加倍相应于众生。所以你恭敬供养药师佛像的时候，你的内心就会想到药师佛的这个法药，想到药师佛他教导我们的内涵，然后我应该怎么做，这个主动意愿完全产生。这个时候呢，这个静态的修行，这个时候就会与诸佛感应道交，整个内心也会沉静下来。那第三种呢，修持药师法门治标的，他讲
受持诵念诵药师佛的除灭一切众生苦恼神咒，就是药师咒。当我们在念诵持这个药师咒的时候，会产生不可思议的加持力。那这种持过咒的人知道，没有持过咒的人 不大能够去感应的。这个真的要实质的去操练它。比如说你在持诵这个咒语的时候，它会产生全身气脉的一个运转，而这个运转当你是完全赤诚恭敬没杂思杂想的状态，它所有的能量会重分配。我们只要动一个念头的时候，其实某一种数值一定会在我们的脑的表层有某一区脑细胞的一个电流串过，啊，这个电流串过，它就是属于单向，它就属于单向的串流到某一区。那某一区的时候，你所有的能量，如果是你现在想伤心的事，那你就会刺激到某一区。那这个伤心的事在某一区，它的气流就是这样走向。那你现在想到一个欢喜的地方，很嗨，就跑到这一项。比如它是这样，语言区或者是说图腾区。这个结构就是像生理的结构。那当我们真实真心现在在讲的是治标的办法里面包括持咒，那我们在持咒的时候是一心一意哦，心口意合起来，一心一意观想药师如来，感悟所有诸佛的慈悲，不一定是药师咒啦，如果说我们是哪一咒哪一个咒，我们感就是相应拿内心一起整理出来，所有一切提前现前集中有力，这样来发射我心中清净之善念。这个时候就是属集中管理而突破，这个整个气流是不是重新分配，这样的意思。所以持咒它有莫大的功德力，一方面是诸佛的秘密真言，另外一方面是我们主动这一每一个持咒人他本身的身口意三密的一个结合。所以这个是在讲药师法门修持治标上面的静态。第三第四个叫造续命翻灯，还有放生修福，这个在经典里面有讲到。那我们一个人来讲，难免都有一些灾难的时候，危急的时候，危急的时候，你说我真的点这个药师灯有效吗？那我真的照续命翻灯有效吗？其实这是一个让你内心能够稳定下来的办法，重点是放生修福。而它是在处处你有机缘去行持善的时候，你不害众生，而能够让众生能够持续他生命的一种状态，理想的状态，不杀害他，这当然是十善业之一。所以放生修福，当然这福所延展的层次是很广的。这是第四种治标的哦，这还不讲治本。那在治标里面的第五种叫读诵书写这个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这个就是流通啊，流通你读诵书写的时候，就是把药师佛的这个法门能够这样宣扬出去，宣扬出去，众生得到这个讯息而来改变他自己的身口意，众生能够进入到聆听佛法，借由这样的方便，进而来修持自己，来开发，也就是让这个这个所谓相法时期能够再度的延展，再度的宽广下去。所以这个在讲说这个持诵受持，这是在讲治标那法要治本的经典哪一些呢？治本的经典全部不可以用说的，全部没有办法用说的，治本的东西都是你要确确实实把这个佛法拿来真正修正掉自己所谓外围的这些东西，然后你从内心去了解，我有这个佛性跟佛一样哦，这是治本哦。
智慧方面来讲，也有我自己靠着治标的办法里面去把自己的智慧体悟出来，这就是本，这种才是叫本。所以治标的东西可以讲，治本的东西没得讲。治本的东西就是你自己要去行持，你不管你哪个法门都是这样，法门是一个指导原则，真正在法门你受益解脱出来的人，他绝对不是用嘴的攻法门，他本身是解行合一体证，所以那个是才是本。那我们现在讲治标跟治本，它都是一样有它的必要性。那这个药师经呢，刚刚有提到跟西方净土做了一个连结，这个同学你确实要相信，你确实要相信，如果你趁愿再来，我们来看它的这个旋转相状。如果我们在正法现世修正，就当时世尊在的时候，或是我在哪一尊如来八相成道的时候，我能够成为他的大弟子，当时现世修正，你现世修正之后，你是不是本愿，你是不是有现本愿，一定发本愿的嘛，你愿的话是不是就是继续行愿直到你成佛，不谈相法，不谈末法，全部不谈。因为他既已经能够现世修正，这个是在讲什么，这是在讲理可顿悟法身，那晚法身清净法身正德法身之后，所有都是行本愿。那如果说好，我今天走的路线，我现在菩萨道，然后慢慢走，走到成佛。你一直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在你本身是没有末法的。你现在一直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你本身个人本身是没有末法的。所谓末法是在讲所有的众生的状态，并不是讲你个别状态，对不对？如果你是从相法里摄受到佛法，然后行菩萨道，你的本愿在相法的时候，佛的相法的时候你现前，那相法现前的时候你行菩萨道，在你开始的时候修正，一直到你成佛，你就不谈末法，因为你的菩萨道是坚定的。你如果有体证的话，就住在正法中行菩萨道。所以每一个契机点都是这样的意思。再来看末法，如果我今天其他部分都没完成，那我是先证得解脱的路线，我先证得解脱的路线，我趁愿再来做的是哪一件事情？是菩萨道，你该行菩萨道，一直到成佛，你自己也不住末法。所以我们一般来谈说啊，我们都在末法，我们快速的把自己推向末法，这是危机呢。我们必须认清环境跟所有一切它是在恶化中，但是人心它是一个极度的，有人说否极泰来，它一个思考模式跌入谷底之后它爬起来，它会爬起来的。所以在讲这个佛法在讲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没头没尾的，你是无始的，你无始的状态，你哪个时候开始有无明，其实你抓不到，对不对？你什么时候开始向你集中，你可以类推回去吗？你找不到。所以一般来讲，我们以相法正法相法末法是在根据于佛法传的样子，但是你进入佛法当中之后，千万不要一直强迫自己绑在这样的念头里面，你出不来。如果你趁愿再来的时候，你就什么？你就是行菩萨道，一直到成佛嘛。你趁愿再来的时候，你体得体证你的清净佛性的时候，是不是又是相法现？是不是就是相法现？你住在相法，因为你要行菩萨道嘛。可是你的内心如果体得，那是不是正法住，正法已经有了，然后你在行菩萨道，就像相法的行经。那我们来看每个人生命的苦执，
好多要处理。有的人这一辈子他就被七情六欲所掌控，很痛苦，但是有的人没啊。那我们来看很多人、哦、七情六欲就觉得自己好聪明、哦、所以呢我这个喜怒哀乐爱物欲 啊这些七情 啊那欲望很多 啊色欲形貌欲威仪欲 言语欲声欲细滑欲人相欲，这是六欲。七情六欲翻滚很厉害，拢感觉自己、哦、所以非常的敏锐，非常的敏感，哦、那非常的多情，啊、这是叫做业障重，还是慧根较好？咱拢定来倒倒颠啊，业障重啊也是比较有慧根。那有的人他的七情六欲没有那么浓，所以他生命里面淡淡淡淡的，嘿，然后可是他对经典、对道理的理性啊。体解的这个敏锐度很高啊，这上面这种人其实才是叫立根的，对不对？好，那我们在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去整理自己，诶，我该吃哪一种药？你要吃本药还是要标药？本药还是标药？如果你是精神层次，就是烦恼杂物很多排不开，很容易诶蒙掉的掉掉了。几项代志发生，哦，你有啥没困没起啊？然后一定要把事情处理好。然后那种人呢，你要学会本标两药都要用。你真的是所谓业障缠身，所以杂事太多。那有些时候就心念里面的那种执着性太强。那这种呢，就身心两法都得用。那有的你外靠拢无什么恶缘啊，啊厝诶啊各方面啊都很圆满。这个时候能够火力全开在自己本药上面，就是这个性命上面清净的佛性上面的体现，就要好好把握。这个时候就要服这个本药，因为你业障没那么重啊，对不对？有的人呢老是生病躺在床上思考也思考不得，你按照看你就知道可以给业障现前啊，三障啊，愿消三障诸烦恼。那这种状态之下，诶，先用标的药，先用标的药，诵地藏经啊，诵药师经啊，持咒啊，礼忏啊，念佛啊，回向，这些都必要。所以经典里是不是84000种法门都有？那治标治本看人需要而不同，所以我们对佛经要有一个宽广的了解，并不是说佛只讲一种状态。那药师佛他在讲说啊，如果我们到了这个本啊已经失去了，然后到临极的时候，他有讲出很多种办法。他有讲哦，刚刚有讲的啊，这个续命翻灯啊 ,49 日里面呢诵经啊，礼请啊，这个僧众啊，诵药师经啊七部啦，然后等等等等，都是在告诉我们平时不烧香，临时抱抱佛脚也可以，给予这种方便。给予这种方便呢，希望我们借由这样的精进，借由这个时候猛然回首。猛然回首的时候，哎，三宝佛力加倍，离苦得乐。那离苦得乐总是还是给你一个方便嘛，再回头给你本的药。所以药师经给你标，再来本，会读的人本标齐开，你本跟标的药直接就进入，直接进入都就等于你在相法里面完成成佛这样的意思。那我们再来看说药师佛的十二大愿，就是药师如来十二大愿。那以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来讲，它是人法立体，也就是药师如来是人，本愿功德经这里面呢，功德是法，对不对？本愿功德是法，所以是人法立体的一部经。那我们只挑里面的十二大愿，它本身就讲到愿力，再看因果的态度。我们众生是自己在看自己的因果态度，还是在看别人的因果态度？就是说我们在读别人都读啊，这个人因果啦，啊，这个因啊，这是果啦，啊，这业障，这是
毒他人，这是毒他人。那我们自己毒自己的时候，我们只自己毒自己，懂得什么叫因果，你要深知因缘果，你要接受，接受的时候重点不在果，接受了之后重点是因。那我们凡夫因不知道，重点在果，我不要那个果，那看别人在看因还看果，不会看的都在看果，会看的在看因，对不对？那佛菩萨看我们，他是看我们的因跟果，我们什么是因，他的果如何，是自己去享用的。那我们的果如何，诸佛菩萨不会落井下石。我们的果如何，他告诉我们转吧，孩子们，众生们，转吧，你现在知道果咯，你就要改变你的因哦，你才不会有这个果。我们常常读因果，好像觉得知是一回事啦，自己遇到的时候其实不肯承认的啦，很难以去消化跟承认啦，都觉得自己是运气不好啦，或是对方吃我告告啦，是不是？但事实上自己是在自己的因果，那你要认知这个东西，那你要如何转这个念，这个就是每个人的内容。那药师佛他有跟那个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一样，都是讲到以自身的光明炽然照耀无数无边世界，光明广大照彻幽冥众生，使幽冥众生呢，使之证无上菩提。这个就在讲所有十方世界的时候，这个药师佛的光明光芒能够照射。那如果我们只是把所谓这个把它物理现象来看，哦，药师佛发光啊，我只要照到他的光啊，我就可以证得无上菩提之愿，这个样的解释太过肤浅了。诸佛在讲说他自身的光明炽然，这个都在讲智慧之光，都在讲它本身里面，这是表法，光是表法，然后它里面在讲我们要进入它照耀，说它所说的佛法，它的道理是遍一切处，所有的众生都可以靠近，都可以聆听，都可以接收到。那这个智慧呢，引发无尽灯呢，它的亮，智慧之灯引发我的智慧，然后让我相应，让我也体得我自己的清净佛性，所以证得无上菩提。所以这个所谓光的解释，我们现在先这样来了解。因为药师如来他就药师琉璃光如来，我们只是浓缩叫药师如来。这里面呢，药师佛的具体做法，他的具体的办法，令诸有情皆得无尽所受用物，也就是他所需要的物品，他所需要环境里面该有的所有东西，莫令众生有所乏少，就让众生你不要缺乏。乏跟少两个字解释是不一样，乏是没有，少是不足。所以他说，如果众生啊，你需要的所受用物，你现在是一个学生，你需要一支笔，你没有笔，那你所受用物的你需要几个笔啊，这个叫做乏。如果你有了原子笔、铅笔，你欠缺了某一种你要才会的笔，那个叫少。那药师佛的方便就在让众生能够在他生命的现场的环境里面，所以我们刚刚讲说药师如来以身为主嘛，他主导这个上面的环境，让你不匮乏，借由这样来让众生重病消除，精神的病也好，生理的病也好，身心能够安乐，消除无量灾难，借方便带引众生证得无上菩提，就是契入佛法。所以呢，药师法门是
以求现世安乐为办法，这个是方便法哦，哦，以现世安乐为办法，然后其中让众生进而去体悟，进而去精进而证得菩提。它不只像说哦，你要用另外的哪一种方法，就是当时你的解跟行要合并，所以药师法门就是解行合并的一个法门，这样听得比较清楚、哦、解行合一的一个法门。好，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说药师佛有讲到东方净土叫琉璃世界，他的左辅右臂，也就是他的左右两大胁侍，一个叫日光菩萨，一个叫月光菩萨。那只要琉璃跟日光跟月光都是光明的，那这个光明就是代表智慧，代表真理的意思。那我们世界需不需要光明？需要。所以我们这个东方净土其实跟我们娑婆净土你相似度哦，我们需求物质，我们有心念的疾病，我们有这个肉体的疾病，跟药师法门、药师佛所讲的世界是非常的相像，几乎是一样。所以呢，没有日月的光明，我们是没有生命力的，所以就进入了黑暗之中。所以以人，我们需求有智慧的光明；以物质界来讲，我们也需要光明来引发我们生命力，生生不息。所以借由药师法门，我们可以在里面深深去思维它跟我们人间的关系，它跟我们人间的关系。佛教的智慧，其实佛陀所说的智慧不是佛陀的智慧而已，而是每个众生自己的智慧，其实是一致的，只是我们没有发展出来。所以借由佛陀所说的办法，那我们凡夫来学习来开发，我们追求真正伟大的光明，体证真理，就是一定要借由这样的路径去学习，那终究是可得的、可证的。那这点要有信心。不管你修行，不管你听什么，你都最后知道，这个就是说自己的。那这个东西都一定是垂手可得的。讲垂手可得，好像熊肝丹呐，哈。一定你努力一定有的啦，好，那这点是不用害怕的。所以我们今天甘丹呢，盖小的药师如来十二大愿，最主要讲东方琉璃净土的教主叫药师如来。药师如来内证智慧庄严，外现光明相好，所以用佛法的法药医治众生的身心之病，里面呢本标皆具足，那看众生你怎么去摄受去进入。所以呢他叫药师琉璃光如来，他的最主要的愿力是要众生的这个疾病啊，他愿意治疗众生的疾病，消除灾难，增长福寿。所以我们一般就称为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我们都是这样称的啊。那在进入这个药师如来十二大愿之前呢、啊，我们先看一下啊，现在打开哦，打开第一页啊，打开第一页药师佛，我们有整理啊。药师佛又作药师如来，药师琉璃光如来，大医王佛，十二愿王，为东方净琉璃世界之教主。此佛于过去世行菩萨道时，曾发十二大愿，愿为众生解除疾苦，使具足诸根，导入解脱，故依此愿而成佛，住净琉璃世界，其国土庄严如极乐国。这是佛说的，其国土庄严如极乐国，所以诸佛世界都一样的。但是我们有相应的时候，你发现呢，同学，你大家发现你读药师经的时候，他讲东方世界多庄严是最庄严，他讲
弥陀经的时候，西方世界是最庄严的，他今天讲南方世界的金色世界的时候，他又讲那里是最庄严，因为他是主从问题、啊、你今天相应的人来听这个经典的时候，这个最适合你，这个就是第一名，你这个最适合你，这个就是第一名，所以最最最最最，所有都是最，十大弟子每一个都最好，十大弟子每一个都最好，智慧、神通啊，等一下他是议论的啊，等一下持戒的，什么都是第一。同学，我们全部拥有全部的第一，可是我们如何去开发？我有次第性，这样子而已。那诸佛他告诉我们的时候，愿力不同，所以他本身所处的这个报土的地方，所使用的法门就相应于这一区。可是所有的众生，你必须走完全部的全部，你必须走完全部的全部，你生命的每一个点，你才会成佛的。只是这个时候，你的重点在哪里？那接下来我们看哦，其国土庄严如极乐国，好，此佛誓愿不可思议。若有人身患重病，死衰相现，眷属于此人临命终时，昼夜静心供养礼拜药师佛，读诵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49遍，燃49灯，造49天之五色彩幡，其人得以苏身续命。此种药师佛之信仰自古极盛行。当然这个是我们浓缩整理出来给同学了解这个药师佛，他药师经跟他主要的修行。那在今天结束之前，再重强调药师佛的信仰特点，他重点通过充分的满足众生的现世利益，最终要把众生引向佛法之门。他最终是要引向佛法之门，也就是帮助众生重病息除，身心安乐，消除无量灾难，借由广大济世的方便，带引众生修持体悟，乃至证得无上菩提。安有经清楚哈，所以 这部经论值不值得读？读了之后，你的菩萨道会很明确。因为我们菩萨里面修持的六个德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我们光一个德目读好的时候，你要如何把这个德目用在你生命现况里面？那药师经12大愿，你如果慢慢读，你就知道我如何六度兼修，那我如何从中去体悟。你一愿一愿把这个愿，不是来享受药师佛给我的慈悲加倍而已，在这个愿里面变成我的愿，也就是我的菩萨道，它是不冲突，它是圆满的。那刚刚中间有提到说，愿我们世间是有为的愿的，有为的世间法里面都是关系法而产生出来的一种祝福，一种期待，都是有条件的，所以我们不称为愿，我们都是持希望祝福。但记得这是一个基础面，这是我们会成就大愿的一个基础面，因为我们所在我们断生这一生这一世的关系法里面，我们还不能够突破那个相状，不能突破那个范围，所以会有对象、儿女、眷属、同事，或是跟我同一类众生。那当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慈悲的角度作为基础点，慢慢听闻佛法的时候，就了解一切男女皆我父母，过去生过去世的关系法，一切众生跟我的关系，那是不可思议哦，都曾经的曾经嘛，太多，也有很多未来的未来啊。所以在这个当你开展出这样的时候，你从基础有为的愿而发展出
无为的、宽大的、无量无边的、没有特定对象的、没有范围的愿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体得的精神层次的宽广，不是我们所用言语可以表达的，因为那个就是一个圆满。那个愿出来之后，本愿现前了。那这个愿出来，不是用嘴讲的呢，不是用嘴讲的，它本身就要行愿。如果诸佛之所以会成佛，就因为咱公公的先佛，安尼咱拢免修，你就等于家己讲，我就是佛，我就是佛，大家嘛咧佛，啥拢无。所以为什么诸佛四十八愿，为什么十二愿，为什么五百愿，为什么什么愿，都是要愿行圆满而成佛。那这里面就很有看头了。所以我们一起读，一起走。一起读，一起走，一起都一样去向净土，都一样能够毕竟成佛解脱，那才是真正修行的方向跟宗旨嘛，对不对？